Привет， 你好，我是冬天，我是夏天。今天我们去看蟹肉节活动。是的，今天的蟹肉节是俄罗斯最传统的节日，意思是，对冬天说再见。他们用铁做的小东西，你也，如果你来这儿的话，你也可以自己试试做。自己尝试一下，然后用他们的素材或者是准备好的铁，然后来做这个小玩意儿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。小孩子也可以做，这个非常有意思的，我没做过，我也没做过，你们试试。家里有很多，我可以送给你。谢谢。酒就感觉好像很味道更醇厚了，让我再来喝一口。这是蜜蜂啤酒，蜂蜜啤酒。我已经喝醉了，酸甜的，还有一种果子的味道。我很喜欢这种金子啊，围巾对。这什么啊？卖肉的啊，卖肉的，非常好吃的。想吃吗？想吃就买一点。六千卢布，一公斤。别让他来拍拍。My God！ 我们的传统的歌怎么样？歌怎么样？歌特别好听。我说的是爸爸，是爸爸和爸爸，你听见吗？我听见了，但是我觉得爸爸和爸爸有什么区别吗？爸爸是我父亲，爸爸是一个老牛的俄语里的。对啊，但是我们中文就不会把管爸爸和奶奶，我们就会区分开，我们不会有爸爸和爸爸。爸爸他也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是吗？对。蟹肉节传统的食物，就是在蟹肉节传统必须要吃的食物就是这个小饼。 对，因为像一个太阳，比如说春天最重要有太阳。那个好香啊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我奶奶做的最好吃的。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是不是？哇，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大的，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的。给你再报名。我以为我们，我试试。No， 用直接用手吃吧。给我这个。